啊，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啊，大家吉祥。啊，我们上一次谈到我们学习的观念心态呀，第12点。重实质，不重形式，那后面的句子有提到，临访问理之本，我们在学习当中师长曾经讲过一个主题叫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这个善字很重要了。这个主题我们应该多听几遍我们就能懂得怎么善学了。我们从这个句子首先感觉到呢，临访善问呢，他都懂得问什么？问根本的问题他也懂得善思维他思考问题都是要问。要思考这个根本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我们所想、所思考、所做，假如都不是从根本那我们就变成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结果会怎么样？适得其反，徒劳无功我们看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忧郁这个忧郁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很可能是他的努力最后，事业、家庭的结果让他不满意了，让他觉得挺无奈的了，但是，要记住老祖宗提醒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有没有因为没有从根本下功夫都在表象，都在枝末当中打转了，就像这一阵子，跟大家也都有交流到，教育的本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但是我们面对教育的时候当父母的有没有认知到家庭教育是本的？没有认知到这一点，都是往枝末
啊，瞎忙活，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从本上下功夫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天下之本在国啊，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父母的修身呢、啊。甚至于更重要的是母亲的修身、啊、这个不是说要求母亲、啊啊、从因缘上母亲对孩子的影响超过父亲呢、啊啊、大家冷静去观察一下孔子孟子都是圣人、啊、也有很多大儒啊，他们都是母亲啊抚养长大的、啊、尤其三岁看大，三岁看八十，一个人三岁以前、啊、跟母亲啊是最清净的了、啊、所以师长曾经也讲过、啊、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 啊, 啊那胎教也是母亲重要、啊、当然父亲也要很好的善待妻子、啊、整个家庭氛围很好、啊、那这个胎教做得好、啊、重视三岁以前的教育、啊、可以出贤人、啊、三岁以后 啊, 啊要教成君子、啊、算不错的了。好、啊、所以临访问礼之本、啊、那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从孔子的教诲当中、啊、从中华文化的智慧当中、啊、我们能思考、啊、修身的本是什么，齐家我们要把家庭治理好，本在哪、啊、假如你是公务员、啊、那要思考啊为政的本在哪、啊、治国的本在哪、啊、都要从本上、啊、下功夫了、哦、那其实老祖宗、啊、留了很多教诲给我们。以家庭来讲，忠孝为传家之本。那忠是尽心尽力、啊、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在处事待人呢？忠孝为传家之本，谨慎为保家之本，一言一行呢，谨慎，不任性，不放纵自己的习气，不闹情绪，这个孩子的学习啊，他是随时随地在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情绪化，那个能量啊就会影响小孩、啊、我们的价值观呢随时也在影响、啊哎、我们势利眼、啊、我们看钱很重，一定影响的。
所以我们之前听王伟杰老师分享家庭教育，他说有小朋友到他们家来玩，一到了还没进家门呢，在院子就在问了，叔叔啊，你那台车多少钱呢？进了家门，叔叔啊，你那个沙发多少？你是才几岁的孩子啊？他为什么感兴趣都在这些地方？就父母平常谈话就是如此啊。所以老法师有一句教诲啊，当长辈的人呢，在孩子面前呢，都要给他好的影响。这个话我们应该听过不止一次了。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一句话放在心上？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本在哪？学习的本呢？在恭敬心呢？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了。那这个真诚恭敬的心呢？不是我们挂在嘴上讲的。我们真正面对境界的时候，是提起师长的教诲，还是随顺自己的习惯？在孩子面前呢，有没有给他做好的榜样？那我们就有把师长的教诲提起来。假如都是还是自己乱开玩笑啊，乱发脾气啊，那就没有恭敬了师长的教导了。强者先谦呢，是我们任性的力量强，是随顺师长教诲，尊师重道强，其实都可以在每一天所面对的境界，我们可以自己检查出来，勘验出来。自知者明啊，这是老子教导我们。人能自知啊，才能知人啊。我们自己跟自己24小时在一起的，我们都看不清楚自己，说要看清楚别人不容易了。欲爱人者啊，先自爱，自己身心都不安了，说要去爱人，不大可能。我们身心不安，一跟孩子讲话，那个不安的情绪就传过去了。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欲知人者先自知，欲助人者先自助啊。这些句子啊，都是教我们要从本上下手。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好，所以我们得检查检查，我们在境界当中是不是先提起师长教诲啊？因为我们
道德学问的根本，孝亲尊师啊。我们在境界当中呢，孝亲尊师的力量要强啊，才不会被我们的习惯习气啊拉走了。好，谨慎为保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呢。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好，但这里要注意了，身教跟言教啊，身教是本哦，不然。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诗书为起家之本，好啊，马上逼孩子读书了，自己也没有身教，就逼出反效果了。所以修身重要啊，我们自己不修身，这个控制的念头、要求的念头太强了，越学越控制，越学越要求，哇，适得其反了。身修而后家齐，为什么师长特别强调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诸位同道啊，师长这些教诲大家熟不熟啊？我看你们都入定了啊，大家熟不熟啊？很熟哈，我们这个控制的念头有没有淡一点了？有没有放下了？这个都要自己检查的哦，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哦。师父领进门呢，师长领我们进门，修行要靠个人呢。所以诗书为起家之本呢，也是从自己的好学做起啊，不是先要求孩子啊，在团体里面也是从自己身教做起，不是先说你们都要给我听经啊。那都是舍本逐末了，甚至真的是适得其反，那底下的人不服了，孩子不服了，所以这个本末啊，真的要搞清楚啊。勤俭为持家之本，勤俭为治家之本。和顺呢，为齐家之本，家和万事兴。真的把这个和顺呢重视了啊！从今天开始啊，夫妻不打仗了啊！那整个家庭氛围马上就改了。尤其啊，你的孩子，你家里的人就觉得你变了，那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不一样了，信心提升了，所以自己的修身是本的。陈德啊，在台湾小时候就有学过青年十二守则啊，这是总结中华文化当中的根本。这十二条啊，能帮助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啊，
都是从根本。啊，在这里啊，供养给大家啊，忠勇为爱国之本，忠。我在哪一个行业？我在哪一个角色？我有没有尽心尽力啊？啊，勇是勇于承担，勇于突破啊！啊，一个人容易退缩，啊，那他就很难是一个好的下属、好的助手了，常常还得要迁就他。那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增加负担呢？哦，所以忠勇为爱国之本。一个人做事，能不能把事做好啊？服从为负责之本啊，他都自己做主张，哇，这个领导每天要提心吊胆。不要说领导了，他在家里的父母就要提心吊胆了。事虽小，勿擅为啊！啊，苟擅为，子道亏啊！啊，首先他得要尊重父母啊！啊，尊重老师，出社会他会尊重领导。出必故，反必面，那都是对于父母老师的一个尊重体恤，所以《弟子规》入则孝啊，都不能忽略了。一个人孝亲尊师的根基啊，就是从入则孝一句一句扎下去的。他出社会能够尽忠职守啊，忠诚出于孝子之门了。所以服从为负责之本。我们现在不说小朋友了，我们自己要服从就不容易了，不容易听父母老师领导的话了，容易顺自己的意思了。啊，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遇到境界容易顺自己的习惯，不容易提起师长的教诲了。所以老祖先讲这个都很关键的。勤俭为服务之本。我们要去服务他人呢，我们不勤劳做不好。就像当秘书的人不勤劳，那还得董事长常常来问他，那秘书就变董事长，董事长就变秘书了。现在颠倒的现象不少啊，在这个伦常关系里面呢，你看君搞得变臣了，臣搞得变君了，现在家里面谁最大？孩子最大了，你看这倒过来了，所以这个勤劳重要了，还要节俭，俭以养廉啊！不节俭呢，很可能呢，就会浪费很多公家的资源了。不节俭，他的欲望就会膨胀了。他可能就会动贪念哦，那你让这样的人去办事啊，我看不靠谱。
勤俭为服务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他待人有礼有节，做事有章法，他才能把事办好。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呀。这个是林则徐先生的识无益呀。林则徐先生这识无益真的都讲到根本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老祖先太慈悲了，给我们整理这么多东西。但是人有没有福报啊，那就看自己肯不肯听了，肯不肯做。因为做了马上自己就得利益了。比方说好，从今天开始和顺为齐家之本。夫妻呀，不打仗了，马上这个家庭的气氛呢就变了。好，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因缘我们都遇到老祖宗五千年的教诲了，都有这个缘呢。善根要听懂，福德呢肯照做，这个就是有福报的人。好，这个青年十二守则还提到整洁为强身之本。家里面呢，房间里啊，干干净净的，这个对身体好啊。家里很乱，很污秽，就容易生病了，可能都吃出病来了。信义为立业之本，事业什么是本？讲信用，有道义，对人服务啊，这尽心尽力，忠义道义，这个人事业一定会成功的。助人为快乐之本。哇，现在从这个根本去教育的就不多了。现在人觉得我能够去玩乐啊，这个是快乐了，这个就麻烦了，陷到一个无底洞去了，遇事深渊啊。所以这些正确的价值观呢，太重要了，助人为快乐之本。现在人为什么笑不出来？他误会了。享乐纵欲是快乐啊。他这个一错就错到底了。学问为济世之本。我们要有真正的学问呢。真学问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啊！学问不是哇，学历很高就很有学问了，遇到事情都不会处理啊，这个没有学问了。治国经邦谓之学啊！你团体国家面对问题你能够拨乱反正。你能够扭转乾坤，这个是真学问的。治国经邦谓之学，安危定变谓之才。
你能够把团体的危难化解掉，这真正的才能呢？学问为济世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跟人相处都处处啊替人设想，和平为处世之本，以和为贵啊。那这个是青莲十二守则。还有孝顺为齐家之本，好，那我们谈的这个重实质不重形式，所以都要从本上，不能着在相上。那佛家讲菩萨六度万恨呢？这六个纲领就包含一切菩萨行了，但是学菩萨行也不能学在相上，所以下莲居老师给六度啊下了注解，以慈悲欢喜为布施，慈悲心呢、啊？处处啊替家里人着想啊，做的时候也很欢喜啊，我们也有见过啊，付出不少啊，但是脸很臭啊，家里的人都挺有压力的，这种布施啊还不够圆满，慈悲欢喜为布施。所以师长曾经讲过一个专题呀、家庭主妇如何行菩萨道。我们看在厨房里面就行菩萨道了。第一，煮饭呢，内财布施。而且呀、法布施啊。为什么？你在煮饭的时候啊，就可以教孩子了法布施啊。承德观察，很会煮饭的父母啊，一般孩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这个经验呢，做传承。现在挺可贵的啊，这个我们大陆现在好像要求啊，小朋友要做家事了。孩子最起码要有基本谋生的能力啊，会做家事之外，最好啊会种田呢、现在这个世界啊瞬息万变啊，怎样才能立于不败呀、民以食为天呐、粮食重要啊，能够自己谋生呢、很重要了。这几千年来为什么以农立国啊？他还是有他的考虑在其中啊。这个社会变化很快啊，但是那个最重要的本呢、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掉了。古人为什么耕读生活啊？他会耕呢，因缘不具足啊，他可以自力更生，独善其身，没问题啊。进可服务人民，退呢，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所以这个在厨房当中啊，有财布施，也有法布施，还有无为布施啊。因为
煮的时候啊，这个盐不会放太多了，少糖、少油、少盐，当然别太激动啊，我今天讲完啊，你们马上减一大半了，我看家里的人都吃不下了啊，循序渐进啊，不能操之过急呀，我现在讲话都特别小心啊。不然我不杀伯人了，伯人就因我而死了。很多家庭都因为我遭殃了啊，这个我就罪过罪过。这个都要柔软体恤呀，要做改变呢，也要能体恤到别家人的接受情况啊，要循序渐进，改变不落痕迹呀，这个是高明了。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在厨房里面啊，很有礼节，很有规范啊，不会煮完饭之后啊，这个厨房像打过仗一样啊，边做边整理了，所以一个人能把厨房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我看呢，可以做管理人员，因为那个原理原则差不了多少，所以我是觉得要鼓励这个企业，对于那个家庭主妇啊，把家把孩子教得很好的，等他孩子十三四岁了，都独立起来了，哇，你企业要重用这样的人才。他把他的德行才华都去成就下一代了。我相信这样的人才这样的家庭主妇绝对是人才。所以持戒再来忍辱煮饭的时候天气热了不烦不躁忍辱功夫了。再来精进，越煮越好。越煮啊，家里的人呢都不愿意吃外面的了，都出家里的了。哎呀，这个可关键了哦！大家冷静观察观察了，现在食物里面呢，一些商业的操作啊。说实在的，这个商业操作里面呢，也有我们消费者的观念造成的。比方说我们去买菜，就要买那个，哇，整夜都没有被虫吃的，都是很完整的，我们就买这种菜。请问那个菜啊都没有虫吃过的口，那这个菜是怎么出来的？喷农药喷出来的嘛。好，那请问人类喷农药啊，最后谁吃的最多啊？自己啊。大学讲这个言备而出者啊，意备而入。你讲的不好的话出去了，最后会回到自己的身上。骂人就是骂自己啊，打人就是打自己啊。天地之间是个循环的，所以爱人。就是自爱啊，敬人就是自敬啊。我们喷农药
对待这些昆虫啊，最后还是回到人类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冷静去观察，为什么现在人病那么多？因为这些不好的农药、化肥，包含你添加的这些荷尔蒙、抗生素，最后都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嘴巴里面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社会啊，太多事要做了。首先，我们自己消费者的观念要慢慢调整。这样农业它就会转变方向了。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啊，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起啊。我们观念正确的啊，用传统有机农耕的方式啊，慢慢就能够恢复起来。好。所以这个在厨房里面越煮啊越好啊。李炳南老师啊，在那个年代啊，就劝师长啊，尽量不要在外面吃馆子啊，哪怕要在外面呢，也要找有理念的。啊，这个餐馆才好了。病从口入啊，不能不谨慎呢。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煮饭的时候心不散乱、不烦躁，很安定。甚至于煮的时候呢，万德洪明，一生接着一生啊。哇，你看这个菜啊，能量都很高啊。然后很清楚啊，煮饭就是修行，没有去分别啊。我读经才是修行，煮饭不是，那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事。越修越分别，越修越执着啊。煮饭就是修行啊，就入不二法门了啊。传统文化就是生活，佛法就是生活了。这个有智慧了，所以六度在哪里啊？在当下做每一件事里面呢。所以夏老讲，慈悲欢喜呀，为布施啊，让家里人生欢喜心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这是布施哦，不是说你有给这个布施钱财了，有劳力了，还要做得更圆满。第二呢，以严禁三业为持戒，身口意三业，能调伏。清净自己的身口意，这个是持戒，持戒也不能持在相上。假如我们今天，我持戒，然后都看别人，这个人没持戒，那个人没持戒，自己清净心没有了，自己傲慢心增长了，所以严禁自己三业，调伏贪嗔痴慢呢。这个是持戒啊，以随缘顺受为忍辱这个随缘逆来顺受，不能用压的哦我忍我忍，压压压压到最后会爆发出来的，一个人。忍住的时候啊，怎么能感觉
不是硬压自己。啊，诸位同道，我们在忍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直压？啊，假如有的话，哈，那这个忍辱功夫啊，还要再提升。好，那怎样才能不是硬压呢？那这个得我们自己呀、啊，以理则情啊，用理智调伏我们的情绪、执着。大家想一想，《弟子规》有没有教我们不要硬压？啊，假如没有想起来啊，今天《弟子规》再读一遍，看看哪一句是教我们不要硬压。我想好几句了。哦，比方说其中有一句：“恩欲报，怨欲忘。”没有压啦。见人恶，即内省。没有压啦。己有能，勿自私啊，就很欢喜去付出了，啊，不会边付出边在那里嘀咕啊，计较啊。哦，还有，哦，很重要的，哎，能够觉得只有自己是学生呢，其他的人都是老师，有这种心境啊，也不会压了。哦，这一件事，这个人在提醒我内心啊，还有哪一些习气？哦，你看我今天，哦，哎，家里人讲了什么话啊？我硬在压我的情绪了，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家人提醒我，我的脾气呀、啊、还有啊，要赶紧把它放下了。哎，他们都是来成就我的啦，也、哎、不止没有压的感觉，变成什么？感恩一切人事物啊，啊，不是没有压，感恩心增长啊。哦，那人念念以大局为重的人，他也不会觉得是在压自己的。哦，啊，师长啊。曾经有讲过 啊，是因为一个同修请教师长说啊，他很难不见人家的过啊，他很想改啊，师长指导他啊，他说你真想学我才跟你说啊，啊，这个弟子说真的很想改啊，很想学，师长接着说啊，你今天看到任何人不对啊，你就告诉自己，是我做的不够好，哦，还不能影响他，那就不会看哪个人哪个事不欢喜啊，硬压自己了，啊，马上啊，别人做错的都变成自己的动力了。我怎么做得更好来影响他，就不会落在情绪里面了。好，其实说实在的，世间好话，所有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教诲，老祖宗说尽了，师长说尽了，我们肯不肯依教奉行啊？
所以以随缘顺受为忍住，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啊。精进不是我今天念了几部经而已啦，那个是向上，那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啊，是放下了多少习气了，调伏了多少习气了。所以大学里面首先格物，格除物欲啊，这个是真学问啊。夏老师这些教诲让我们是重实质啊，不是重在表象上啊。以不忘正念为禅定，这个我们当下都可以用功啊，把正念能够保持。以方便觉察为智慧，我们随时有观照的功夫，观照般若啊，接触一切境界。所想所言所行呢，都关照自己有没有随顺圣贤老祖宗的教诲，这个方便觉察，能够觉察关照自己，然后呢给人方便，处处啊替人设想，善巧方便去护念别人，这个都是智慧的落实了。好，那我们这十二啊，重实质不重形式，探讨到这里。好，我们看十三啊，掌握纲领啊，纲举目张啊。这个学这样学习呀、才有效益啊、不能都学到枝枝末末上面去了。我们看163页，子曰深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在讲要里面提到孔子呼曾子之名，说到了这个身呢是还撑着撑着自己学生的名这个是很亲切的叫着自己的学生一般古人呢是父母跟老师的称名吾之道汝可以一以贯之那曾子应之曰为，这为就是是的导师门人不是很了解
啊，所以老师走了之后啊，乃问曾子，啊，哎，老师是什么意思啊？啊，何谓也？曾子回答了，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呀。”这个贯呢，哈，是贯穿，啊，以一理呀、啊，贯穿万事啊，啊，则万事皆有其理，啊，而且呢，这一理呀、啊，都在万事当中了。其实啊，师长啊，指导我们学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用真心呢、啊，那真心会用在哪里呀、啊？就用在每一天的每件事当中了、啊，用在万事当中了、啊，忠恕为道不远呢、啊。其实忠恕啊，道就是真心啊，跟真心相应啊。好，所以孔子之道呢，是一理分为万事，万事要归于这一个理啊。好，那这里讲到了有入世者啊，有出世者。好，那而能一以贯之啊。好，那师长老人家教我们出世之理啊。好，那大家看哦。现在是曾子还有同学跟老师的这个应对啊，这样的场景拉回来，我们现在呀、比方说师长说吾道一以贯之啊，诸位同道啊，你会怎么接呀、啊？不知道，哎，我们跟他老人家几十年了，很多年了，他老人家教我们有没有一以贯之啊？哎，那当学生的也要善于观察老师的教导。纲领是什么啊？也要会观察老师怎么把这些经典落实的、啊，你要听懂他在讲什么，那要掌握纲领啊。你也要看懂他是怎么做的、啊。哦，比方说，我们看懂师长忠恕是怎么做的吗？我们能观察到了，我们才知道怎么效法、啊。哎，当学生也有看不懂的、哦，看不懂会学错了哦。哦，所以这一段里面呢，也是提醒我们要看得懂师长在教什么，善知识在教什么。啊，这个我们。翻到这个629页，同样是学生跟夫子的互动啊、哦，哎，子曰：“赐也，啊，如以愚为多学而自知者愚。”对曰：“然，非愚。”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啊！”孔子啊，换着子贡说：“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自知者愚？”这个字啊，是把它记住了。就像《述而》篇讲到的“默而自知”。所以多学而自知啊，就是博学而多默记在心。你以为我是多学默记在心吗？子贡对曰：“是啊。”然就是啊，难道不是吗？非愚。这个是子贡反问孔子的。我猜想的不对吗？不是吗？这是子贡对自己老师的观察哦。孔子说啊：“非也啊，我不是多学而自知啊，而是什么一以贯之啊。”所以不管是跟曾子的对话还是跟子贡的对话，都是强调啊一以贯之啊。这个都是提示我们修道的方法。所以讲要里面呢有提到了。那修道必须默而自知啊，就是铭记不忘。但不能多学而自啊。哇，要将所学的全部默而自知啊，都完全记住了。谁也办不到啊！如人墨字一条啊，即能成功啊！这一条啊，就是曾子所说的中恕之道。我们今天这样探讨啊，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任何时候都提醒自己。我要提起忠恕的存心啊，很微妙哦，你不会生烦恼了啊，反而都会觉得更积极了。忠，诚诚恳恳的敬其在我。这么去思考，我还有做不够的地方啊，很多努力的空间呢，这个忠的心境一提起来就看到了。恕呢，原谅一切人啊，就像师长他常常提的，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啊，不能怪他们啊。这个就是恕道了。就像师长，他提到了，跟我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学生，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这个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原谅一切人，但是呢，我们看到师长尽他的全力在护持一条龙的学校，不止宽恕了，更加的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个忠字不简单啦，不只能原谅，更重要的怎么去改善呢？我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的不足，就是我的责任。
见义勇为啊，被我看到就是我的缘分。我们要学师长这种心境啊。你看，在联合国已经尽力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这些世界的友人了，结果人家说是理想做不到啊。师长说当头一棒啊，但老人家没有抱怨了，反而又提起敬忠的心了。哇，那现在世界这些专家呢，都不相信可以和平了，都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那得怎么样？得做一个实验啊，尽我的力量把实验做出来啊，才能够让人家起信心啊。师长这个心境我们学到没有啊？我们学到了，就会从自己做起了，就会从自己的家做起了，就会从自己的社区做起了，就会从自己的团体做起了。那是真正把师长的心呢体会到了，进而去效法了。哎，我们马上效法啊、哦、中树啊。你从现在开始就变一个人了，忠恕不离心，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保证了你下个礼拜我们再 见面了，你就有很多心得了，你就可以广修供养，就可以做普贤菩萨了。好，我们看呢，一以贯之，就是用忠恕之道来下功夫。忠恕出于人的本心，人的真心。果然对待一切人都是忠恕啊，便是有道之人，也就能如孔子所说的至于道。这个至啊，是心之所思啊，就是心随时都以这个为方向，都以恢复自己的真心呢为方向目标。忠恕就是下手处了。大家去体会体会啊，其实老祖宗的教诲都在诠释这两个字呢。严以律己，忠。宽以待人，恕。以学吃亏，一言律己，忠。以怪不得三字待人，恕。恭自厚，这也是论语的教导。恭自厚而薄责于人，恭自厚，忠。薄责于人，恕。则远怨矣呀、啊！家人朋友不会怨我们，因为我们有忠恕之道。假如亲戚朋友对我们还有很多埋怨呢，有可能我们忠恕还做得不够到位了。所以观察老师啊，有时候会观察错啊。观察错会学错了哦，观察错了，结果变成学成博闻强记了，死记硬背了就不好了，夫子是一以贯之啊。好，那我们再回过来，这里有提到啊，有入世
有出世的学问呢，都要能一以贯之。那师长教给我们的大乘佛法是用什么贯穿呢？师长的墨宝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五心就是真心呢、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从这个真心，都是从这个五心出发、以一理贯穿万事啊，万事又归于这一理呀、这不也是师长在带着我们修学吗？全修在性啊，所有的修行啊，都是为了恢复真心啊，恢复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从性起修啊，要去做任何事的，都是从什么出发？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出发。那心有根本了，五心是根本了，行有根本了，所以这个行呢，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行愿，把行门的纲领做到了。好。那出世之道啊，非常人所能了解。当然我们有缘了，跟着师长，世出世间法都能一以贯之了。那世间法真只以中数达之，中尽己之位，数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恕之道、乃在世间，但与出世之道相近。中庸引孔子曰：中恕为道不远。所以既曰不远，即是近之啊。那近则可以由事入理啊，何能一贯？我们每一件事啊，都用中恕去做、慢慢做着做着，我们就入了道了，入了真心了。好，这个有个读书人啊，叫缪童，汉朝的缪童啊。他的父亲啊，很早就去世了。他是长子啊，所以底下有好多个弟弟啊，他都尽心的照顾了。你看中哦，结果呢，弟弟们长大了，都娶妻了，结果这些弟媳妇啊，弟妇啊，提出来要分家，我们想一想啊，假如是我，我会怎么样啊？可能我桌子一拍，岂有此理啊！结果呢，缪童怎么做啊？缪童啊，自己关起门来，哎呀，我还读圣贤书呢，还说要正己化人呢，结果我自己的家我都不能够团结起来，
哎呀，愧对古圣先贤教导啊！哎，他还是在反省自己哦，我做的不够啊！啊，他自己打自己呀！哎，结果呢，这个弟弟跟弟媳妇啊，看到了，就很惭愧呀。跟他道歉了，哎，他在这样的情况都是反省自己呀，我做的不够好啊，真心啊，唤醒了弟弟跟弟媳妇的善根呢，所以后世这个李文根先生是个大儒啊，哎，他从这个事例啊，就体会到。天地之间呢，啊，除智者自境外啊，更无道理呀、智者就是自我反省了，自境啊，我反省完了，我还有哪一些要去努力呀、要去尽力呀、人只要有这种心境呢。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会慢慢改善，因为他这一颗自尽自责的心呢，他就不会去责怪别人，他都保持真心正念了，医报就随着他这一颗正报转了。啊，我们怕的就是怕呢，有付出了，有放在心上了，然后家人朋友又不对的时候啊，我们火气就上来了，就开始指责了。我都做那么多了，你们有没有良心啊？这就没有自责自敬了，各自责啊，天清地宁了。各乡则天翻地覆啊！老祖宗留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都是一念之间呐、差别很大。一念之间对家庭、对团体的影响，天壤之别呀、好。啊，所以掌握纲领啊，这一段《论语》的话指导我们那其实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我们传统文化的纲领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掌握这个纲领来深入。我们也掌握这个纲领去落实，不然真正遇到境界了，哇！我记的东西那么多，到底要用什么？就用中恕之道来关照，就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来关照，真正敦伦敬分。伦常就这五种关系呀、其实真正的敦伦敬分呢，就是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个八德两个说法合在一起啊，12个德目啊，落实在这五伦的相处当中。这个叫敦伦敬分呢。好，我们看最后啊，第14，修学应有的警觉性，警觉性要很高老祖宗留了一句话给我们，盖棺论定啊。
这个警觉性一失去了，很可能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古人都留下这样的感叹呢。古人他的生活环境比我们单纯很多，他都有这样的感叹呢。更何况是我们这个时代啊。人呢，正气稍不足啊，邪变得以干之矣啊。我们的正气稍微不足了，那个邪啊就长驱直入了。我们不说别的吧，手机啊，你稍微放纵一下，很可能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没了。甚至于所看的内容啊，对自己的染污啊就很厉害了。身有伤贻亲忧啊，德有伤贻亲羞。所以曾子传孔子之道啊，他是我们修道的榜样啊，所以刚刚那一句也是有关曾子的，这一句也是啊。所以修道人不能不用心研究好曾子是怎么样学到的。哦，而且啊，我们研究曾子啊，我们信心大增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孔子说身也鲁啊。好，哎，曾子啊，他是鲁钝的哦，他都能承传道统，我们各个人都有希望了。我们翻到330页。曾子有疾呀，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服小子。”这个起呀，是开的意思。曾子以为啊，受身体于父母，不敢毁伤之啊，故使弟子啊开亲啊，亲是被子啊，他躺在床上，让学生来来来，你来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开启视之。我们看到这里很感动啊！曾子随时都想着成就学生的道业啊！他在病得很重啊，即将去世的那一刻啊，他都在教学啊！这是我们从事教学者的榜样啊！就像我们看那个泰国拍的一个片子啊，这个老师是教医学院的学生呢，他最后把身体都捐出来，让学生做学习的一个道具了。就像我们看医道，柳义泰大夫最后也是把身体捐出来，让他的学生许俊呢，他的医术可以再上一层楼，是为学生想啊，也是为苍生着想啊。好，那
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是引诗经的话。其实曾子也在表演什么？他随时正思维啊，都是用经教来关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啊。随顺圣贤老祖宗的教诲，哪怕是病得很重，都是这样。所以曾子病得很重啊，治疗将要去世，便招他的门弟子来，嘱咐弟子们启示他的脚和手，表示他的身体未尝损伤。皆知啊，便引三句诗，说明他平时是那样小心的保护身体呀。这三句的大意是说战惊戒惧，戒慎恐惧，像站在深水岸边，唯恐坠落下去；又像走在萧薄的冰上，唯恐陷入冰下的水里。他告诉弟子，从今以后，他自知可以免了。等于是没有违背这一句教诲的，自己有尽力保护好身体的。身有伤贻清忧他没有犯了。德有伤贻清羞不能让父母蒙羞。所以这个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止这样爱护自己的身体，相信曾子也是这样护念自己的德行护念一言一行，甚至是起心动念处不违背孝亲尊师那曾子自知可以免了，免于伤害到身体了，伤害到德行了。最后呼弟子一声小子，就希望他的门弟子都能记住好，那后面提到了人皆有死，但有不死之性这个我们前面跟大家有交流到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有提到了易经这一段话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我们不知道有不死之性那就很容易任自己的执着分别去生死变迁生死流转所以死生是大我们所有的用功就是为了临终那一念有把握所以曾子是学道之人了解死生原理所以不怕死只怕损道道有体用体是我们的自性用呢用出来慈悲仁爱所以修仁慈之心才能恢复真心但人的根本就是孝道孝道从哪里做起呢以不敢毁伤身体为尽孝之始以立身行道为尽孝之终所以曾子立行孝道平素功夫就是这十二个字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不冰，不敢一时疏忽，直到面临生死，才敢说一个免字啊。免于损道，这是真老夫子啊对弟子最切实的身教了。啊，我相信啊，他当下在座所有的学生呢、啊，都会终身难忘啊。哦，好。这个修学应有的警觉性啊，我们以今曾子为榜样，啊，就能体会到了。啊，包含曾子他学道，人一能知几百知啊，能识能知几千知啊，这个心境是我们的学处啊。啊，包含曾子，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啊，很有使命感的，啊，都是我们的学处啊。那最重要的学处啊，还是在孝亲尊师上。啊，《论语》里面有很多曾子的教导啊，我们之后啊再来深入。好，那啊，我们这个。学《论语》应有之观念与态度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啊，告一段落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开始从《论语》的京句啊交流起啊，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同道啊有去算过哈、啊？我们这几节课已经有提到几句《论语》了、哦、不然呢可能大家觉得、哦、一句都还没有进去、哦哦、我想应该几十句跑不掉了吧、哦、好，那我们、啊、先调整好观念心态、啊、我们接下来学的每一句啊就能入心，就能呢不学偏掉了。好，那今天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